我对于电子科很有兴趣，所以我就去了台湾上了一个电子课程，然后毕业于2000年，然后再创办了这间公司。我在2006年就创办了我第一间公司 BestSavvy， 它主要是帮顾客解决一些比如说 modified 的东西，比如说我接过一个 Shangri-La Hotel 的 Buffalo Music， 但是要用 Digital Volume Control， 还有 ETCI 就在那个 Dadala Medica 那边的也有做过，还有音响一些东西咯。在当中自己发觉的问题就是经验不足，人脉不够，钱不会去收，而使到公司几乎不能运作。在这当中也一直不断地去想怎么去突破这个困境。我转换我的生意策略，创办我的第二间公司 ILC Lighting。来丁是以批发零售为主，他所针对的顾客群是 house owner、interior design、contractor、developer。ILC 只是注重批发零售，我们发觉了我们缺乏了一个自己产品的品牌，所以我们创办了 OLED。什么是 OLED？Everything OLED。OLED 注重它的灯的质量。Chipset 使用德国 Osram Chipset， 美国 Cree Luminet Vishlak。 我们也申请了自己的 driver 的专利，就好像这个耳线，它是可以让你的灯寿命更长，多一层保护。我们 Smart Lighting可以使用 Multi-Way 去 Control Remote Control Apps Voice Control Alexa Turn on Living Light OK。 我们在研发 Smart Light 当中采用了三种方案测试， Wi-Fi GB 和 Bluetooth Mesh。我们发觉 Bluetooth Mesh 最适合使用在灯光里，它无需另外布线，省电省成本，容易设定，低干扰，超低辐射，甚至乎在国外也能了解家里灯的状况。我们 OLED 使用高品质的元件，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有信心，敢敢给顾客3年不完定。 ILC 目前有4间，有2间是加盟店。如果你对灯创业有兴趣，可以加入我们。